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林正二等17人临时提案，针对行政院函颁之补办彰化篇原住民族保留地实施计划，相关主管机关未能适切认识用法，导致执行成效不彰，严重侵害到原住民土地的权利，因此建请行政院邀集中央原住民族事务主管机关以及相关公产管理机关研商，拟具有关视为不中断得以彰化编为原住民保留地之通案性以及原则性市民函释，以具体落实执行公有土地彰化编原住民保留地审查作业的规范，以维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